动物运动会，大会广播，100公尺短跑即将开始。参加100公尺短跑的选手，请就定位。赛况非常激烈，袋鼠选手跟马选手两人不分上下。不公平啦！我没有脚，怎么跑得赢你们？只脚，他们的脚都比我们多，真是不公平。谁说脚多就跑得快？我才刚把鞋带绑好而已。问题来了，各位小朋友，动物的身体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呢？